配合中央的增产计划，但是政府持续针对三亚溪周边的流域执行各种的整治工程。十七号一天，时代来到林地区和南区交界永宁桥动土，未来这个梁桥将会来更加好的排水能力，希望会当有效来减少出现淹水情形。整体工程将会按算伫咧民国113年来完工，带来更加好的安全环境。今仔日伫咧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，台南林地区甲南区交界的永宁桥正式要开始进行改建工程。希望伫咧新的桥梁建成了后，会当有效提升排水的效能，啊，当地袂阁受到淹水的侵扰。其实三爷溪过去长久以来，最为台南带来不少的水患。我们除了在上游的万代桥能够拉高之外，能够减少这个桥墩哈，还有高速公路的桥墩。造成水流的阻碍之外，我们在这边下游的部分也希望把永宁桥把它拉高，而且增加断面，那这样子增加通水量增加将近一倍，总工程经费高达2亿，那中央补助3/4，好1亿6000万，好，那我们希望说将来对于水患忍耐力哈，这个造成水患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。这几年来，市府配合中央的增产计划，已经伫咧三亚溪投入了相当侪经费进行整治。李志树要改建的永宁桥，未来不只是桥的宽度会提高，长度嘛会有长，就会让大大提升排水的能力。我刚才讲，这条道路有它的重要性，本来大概是12米而已，我们会改为20米，这个桥会改为20米，避免说这个道路本来中正西路就是20米，但是到桥梁缩过来，避免说到这边呢变成缩减。这河道本来是58米的宽，那我们改建了以后变成64米，大概增加了6米的宽。那最主要的还是高度，高度我们大概增加了1.6公尺左右。那宽度增加，跨度增加，也排水断面自然增加。大概国门公司他要讲，大概增加他要50%的排水断面。这个桥的改建工程总共使用了中央甲地方2亿的经费。有定将要伫咧民国113年来完工，期盼借由一步一步的改善，会当带予大家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，将台南打造成宜居的城市。记者高嘉明，林德区采访报道。